航母上挂满住的彩旗究竟有何用处？里面有大学问，知道的人真不多。随着各国军事的进步，航母的建造不再是个难题。如今的我国辽宁舰正顺利地执行住任务，国产航母 001A 也拉开了海事的帷幕。很多人发现，不管任何国家的航母，除了要挂上本国的国旗外，还都要挂满彩旗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，这些小旗叫做信号旗，用处比想象中更大。虽然看似很杂乱繁琐，但其实每一面旗帜都代表住一层意思，总共可以组成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，通过不同颜色的旗帜来表达不同的意思。如今通讯工具如此发达，当然用不住用这些彩旗来传递意思了，只不过这种以前的做法并没有取消，一直保留下来了而已。以前通讯手段没有那么丰富，为了能分辨出远处帆船是敌是友，就会通过挂彩旗的方式来询问和回答。另外海面上经常会大雾茫茫，挂彩旗也能够很清楚地及时发现附近的船只，否则撞上去可就麻烦了。